来台出席电影宣传，这次参与的电影可是他第一次用广东话以外的语言来诠释，整部戏都要说普通话，虽然有点困难，但相信华哥是可以的。变态，这个钥匙为什么是蓝色的？啊，为什么是蓝色的？对，没买来就是蓝色的。哦，你要干嘛？你是男人，所以带蓝色的。哦，男人带蓝色的。哇，你的国语真的好烂啊！看到钥匙会这么敏感，是因为华哥在电影里饰演一名会偷窥房客的变态房东。但华哥其实最想参与的戏码是这场，因为我跟华哥的肤色比较近，他说如果那个床戏的部分太疲劳的话，他很愿意当替身。对，对，这件事情我被他就是念到现在还没念完的。对，所以在戏里面几乎在他们拍戏的时候，他们拍那个很多激情戏的时候，我都不能走开，只要是他晕倒的时候，我就马上上。华哥整个在片场蓄势待发的感觉，那下次好好跟导演沟通一下，请他安排安排啦。虽然这次没有机会，其实他体力太好了，他没有用了，所以呢，我希望能够下一期的时候，再跟导演再开一个戏的时候呢，我们两个交叉用吧。